到了，熊本熊办公室。热，进来都快热死。就这么大了。里面就是那个部长办公室啊。好呆，在干嘛啦？不耐热，那种蜂蜜味道。哦，还有啊，它皮有蜂蜜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收回，只是奶油饼，只是车轮饼这句话，我觉得应该有蜂蜜会不一样吧？大家都没加蜂蜜啊，该不会就是红豆饼吧？它没有咬的，有点比较 Q， 比较没像红豆饼，但是蜂蜜味道我觉得很淡，就是闻很淡，闻的时候有，吃的时候就没有。但我还没有到咸，这个味道好熟，感觉吃什么都吃过。我不知道是红豆甜，那红豆甜味还是蜂蜜甜味。你现露出来的时候要拍什么？好，现露出来了。这个皮跟那个吃的都不太一样，跟之前吃那些。是红豆皮。就是跟我们不是好吃了好几个包红豆的东西吗？脚踩都不太一样，它就是有点比较像蛋糕，因为它的是泥耶，
它没有颗粒吗？有、啊、可是我觉得我刚刚没有，就是吃很就是怎么讲，很绵密，很黏黏的。我要收回我刚说只是红豆皮的，我觉得很好吃啊。后面电车，电车刚好来了。可是不是我们要搭的方向。每辆电车长得不一样，这辆电车长得还蛮复古的，复古型。复古哦。然后看它是有轨道的，对，它是有轨道。然后是路面，然后上面也是有那种电缆。对，上面有电缆。上面都是有那种电缆。它的单是卤蛋，然后我点的是玉米拉面，它点的是蛮有炒饭的拉面组合。是的。我像日本小松的。先喝一口它，很好吃。你这样就够了。好香哦，有一个，可是怎么有点像那个什么肉燥面的汤的味道？我以为是稠的，结果是清的。是啊，清的。对，是很清淡的汤。就是喝下去没有很油，然后也没有很就不浓。但是味道很重，炒饭是还蛮好吃的，还不错吃，是台湾炒饭，它味道比较淡一点，好吗？哎呦，它会炒的比较凶，台湾的都很黏吧，应该会比较油，它就是粒粒分明，对，它粒粒分明。我选了一个蒜油梅油一样的。真的好像肉燥面的味道，是蛮清的，还不错的。嗯，肉就很薄，不是吗？嗯，它是有油的那一种，油的，有油的，它是有肥肉的，哦，有肥肉的，五花肉，就是肥肉都是那种进去就化掉那种，都是。是好吃的吗？是比较没有口感的，可以口一下，入口即化。